右眼看世界，没关系。美国的陶德·帕尔著，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挑选书籍学习知识有帮助。这个系列很不错，推荐大家去知识购买正版。长得矮点没关系，长得高点没关系，穿两只不同的袜子没关系，脸上长雀斑没关系。把自己生日蛋糕上的奶油吃光光也没关系，戴副眼镜儿没关系，从别的地方搬家来没关系，有点害怕没关系。求同存异的一个系列是吧？可昨天那本儿没什么大不了。嗯哼，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没关系，一起分享好东西没关系，大声的笑。没关系，我在哪笑，掉眼泪了没关系，住的房子小没关系，尝试新东西没关系，没有头发没关系，去淋淋雨没关系。这也是中外差异，中国从小就全都是教育绝对不能淋雨，长得瘦点没关系，长得胖点没关系。还是要锻炼一下。肤色不同没关系，放条鱼在头发里没关系，这太了不起了。大声唱歌没关系，有个大大的梦想没关系。希望更多人从小开始阅读、坚持、学习、思考。我的学习就是刚开始。Peace。